电子书线上读书会每周来读书，现在多了英文版。And this is from Singapore and Malaysia. They also live. 高雄慈济外语队及时翻译，铺成空中读书会。讲者有他的讲稿啊，那我们要先过目，同时我们还要准备一下，他可能会用到哪些单词，哪些运用，有些东西我们也许没有接触过。现场口译员全神贯注，每人约20分钟轮替，他们要做足功课。口译团队分布全球4国，总共28人，空中轮流承担。在4年前加入慈济时候，我无法完全了解国语，但是我现在竟然可以成为翻译团队的一份子。而且也是很多人，印度人、女性马来人，他们来参与我们活动，不会听华语，我们就当场翻译给他们。克服口译外，旁边的楼梯间还有技术团队突破万难。那我们把 FB 的影像跟传回来的翻译的声音做一个整合，然后透过 OBS 系统，然后上传到 YT 啊 YouTube 系统。我们的技术团队从不会学到会，非常感动。这么多人其实很愿意透过读书这件的事情，然后老师攻读纳履足迹来贴近上人。线上读书会再进阶，空中造桥，让正言上人的法不受语言隔阂，遍布全世界。大爱新闻家新林道明、王昭忠高雄报道。